我们打这个灰色的平台，打这个灰色的平台，它没有击中提示的，赶快打就行。就图有血针，先不要紧。买好一根血针，血量低于100就扎。疯啊疯狂！快打快打，打这个灰色平台，打这个灰色平台。等一下，最后的 boss 战是一个那个站在护城桥上左右躲那个灰尘的一个 boss 战。如果打得慢的话，我们就要那个跳那层桥了。说不定我们脚下的三号那层桥就有可能就等我一把。现在把所有桥都变红色。来，赶快把这个灰色平台打一下。我上枪打了，我操，好怕。快打！等一下，我们那个最后的 boss 战的时候，不想死的话，想 team win 的话，赶快打那个风扇，不要摸鱼啊，兄弟们，不要摸鱼啊！现在把所有桥都变了，每一个地方都像一个僵尸。没事，这个地方死不了人。运气好的话，可以把人弄死几个。我不死，我不死。等一下，那个灰色平台打碎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下去了。下去之后可以刷分，还有6000滴血 ，boss 还有6000滴血，快点打！哇，不错，6000。我靠！赶快上！快打，快兄弟们，快打！没事没事，快打！继续站着，继续站着，僵尸别动！没血的打，继续站着，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。往下跳，兄弟们，往下跳！过了那个地上的那个黄色的凹槽就回了手。对，来回头防御，回头防御，路开了，我叫你们。最后一个逃亡路了，等一下打 boss 战的时候不要心慌，我帮你们看那个内存平台，你们赶快把那个风扇集火，好吧？打得快的话是不用那个躲灰尘，跳那个内存条的。来，别急，别急，路开了，我叫你们，别急。就会不要卖我，那我不卖你了，我们走的是僵尸啊，没事了，快走快走，回头下洞，然后我们在 A 点刷分，僵尸13秒传送，我们10秒的时候打我们的风扇是吧？把他们养，把他们全养了，来13秒僵尸传送，13秒的时候僵尸传送以后，我们过3秒再上那个第三根内存条，打我们电脑的风扇，正能人，冲，谢谢，冲，快打。把这屁股全部清理了。僵尸消失之后，我们就走，别急。来，我们走，先别急，等那个平台放平车，我们再上去。来，我们上去了，上第三根，到这个地点平台一字排开，打我们彩标那边方向的那个红色风扇，赶快一字排开，躲正前方的那个灰尘，赶快打。风扇动起来以后起火，躲风扇的打 ，AD 躲兵 ，AD 躲兵，前方最快的灰尘，快点打，准备打我人，快点打，我下打不怕，安过前面，哇哦，中了很多！安过前面，哎，我们能赢！慢了！死这么多吗？操！过一个吗？这已经算死的少了，有些是小狼。打慢了，兄弟们，第一次估计是你们第一次进的图，然后有点懵，知道吗？得，我还是懂得的。我现在也是懵的，阿丢。